变球没有把握，然后第三局可能两边都适应完了，可能就自己的状态也进去了，对，然后也没有压力那么大，因为可能徐亮压力比我还大，然后我没有说我那个输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，所以我就尽量放开来打，然后后面两位教练的战术也执行的非常成功，对，谢谢他们，从资格赛从第一场到现在，对。所以你有觉得？